我全买了。买了多少个？买了六，他家剩六个了，全让我给买了。这好像是遇见草。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客人一般都不去几个，去了，去几个人到那试来试去，试来试去也不买。就让买一个啊，我拿一个，我一个一个的拿呀。他说已经全要得了，你别一个个拿了。对，这营业额都不好。这没事吗？你快买吧，马上下班了，你快点的。真的好，这好像遇见草，他们天天去电脑。有一部分，哎呀，这鞋都干成这样了。磨的，我从小。咱不知道他干的啊，穿一个月。不，有的人他那个穿鞋习惯，就走路习惯什么的。我这边也得磨了，那怎么走成那样呢？他就是走路习惯的事儿。踝骨高啊。不是，我之前那球衣那也坏了。姿势的事儿，你不光是穿这双鞋，或者你穿所有鞋应该这块。球衣高帮这也坏了。这块都磨得快。就是那个。就黑红那个，黑红那个，我那摩卡穿的少。不是，这好像遇见草，他他妈老去遇见草，我看着。不看着像遇见草似的。达摩那鞋自穿挺好看的，那鞋挺漂亮的。不是八千日元。八千。啊，那也比原价便宜三千。哎呀，便宜五千，这原价一万三千二吧，两千一，一万两千一，是吗？一万两千一，一万两千一，便宜，这鞋卖的便宜，但是这鞋特别好看，那个掉了漆面之后，那个特别漂亮。不是全掉了也不好看，就半掉不掉那种。当然是比权志龙那个好看，权志龙那掉了多恶心，他那个图案太花了，知道吧？权志龙，你看权志龙发那新鞋了没有？跟那个高尔夫，跟高尔夫球鞋似的，多丑啊！但女网没人能卖点钱吗？但女生没人喜欢他。权志龙，穿就完了。马上要发了吗？哎呦我操！怎么点？权志龙那鞋。权志龙都是刮刮乐。那也是刮刮乐吗？权志龙之前发的几双都是刮刮乐。热衷刮刮乐，全龙啊，黑的 sneaker pass 吧，反正我黑 sneaker pass 点俩 sneaker pass 我点俩，然后这白的刮刮乐，白的刮刮乐我也整俩，哦不对，白的是刮刮乐和 pass 都有、啊、pass 都有，对啊，你说那个、啊、说 Air Force 那全龙 sneaker 的刮刮乐、嗯、我跟你说这鞋全都是刮刮乐上，然后什么食神的刮刮乐啊，食神上面刮老多了，我那还不会刮呢，不得嗷七号了吗？我看刘冠一在那坐的咖啡店旁边泡水呢，没刮上，我给你刮呢，没刮着，你看他们刮好一个了，我操！不是那个分账号的，有的账号不是说的一下就能出来，第一时间他没有那个图案，我那个两个账号第一时间都没有图案，不是，没链接，不是他当时是 bug， 就是你从他那个监督软件不能进去，然后在 update 上没有。啊，那个对对对，我就从监控进的，然后他们没有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刮。我从监控也进不去，但是搜索能搜着。不是分监控，他们当时他们老多监控，我们试好几个。是吧？什么丁潮进不去，什么死神达人进不去，然后来从他们日本人那个监控进去了，就他们地区的监控进的。所以说还得是三好学生。还有三好学生。这个。其实就是力量，太狠了，这都排上了，不上了，这啥呀，银座吗，排啥呢，卖 Tiffany 吗，什么用 Tiffany 什么用啊，你看Boss logo 是吧，这是排上了，踢下去不是，没见着，这是排上了，看不清谁的，走上去啊，